箴言第二十三章一节，你若甲官长坐倒，得罪伫你的面前的是虾米人？你若是贪食的人，就得用刀下伫拿喉，唔通贪乱伊的好食物，因为是骗人的食物。四节，唔通落落来求好业，唔通挖靠家己的聪明。你甘会注目伫空虚的钱财吗？因为钱财要发泄，亲像鹰飞上天，唔通食歹目的人的饭，也唔通贪伊的好滋味，因为伊的心安尼想，伊做人也是安尼。伊虽然对你讲，请食请啉，总是伊的心无意向你。你所食的迄点仔食物要吐出来，你所讲的好话也要归伫空空。九节，你唔通讲话予怣人听，因为伊要看见你智慧的话。唔通浅刷早时的地界，也唔通侵入高义的田地，因为因会救赎主有大权能，伊要对你为因伸冤，你着专心领受教示，按耳孔听从知识的话，唔通无管教囡仔。你用锤子拍伊，伊袂知教示；你用锤子拍伊，就通救伊的灵魂，免落阴间。十五节，我惊你的心若存智慧，我的心也真欢喜。你的嘴若讲正直的话，我的心肠也袂快乐。你心中毋通嫉妒罪人，但独同日敬畏耶和华。因为到尾要有好报应，你的愿望也未会断绝。十九节，我的子，你就听，就存智慧，通在正直的路引出你的心。好饮酒的贪食肉的，不能甲因来往，因为好酒贪食的要地到善香，爱困的要穿破衫。二十节，你着听从生你的老爸，你老母老的事，也毋通看轻伊。你着要尽力，就是智慧、家事、甲聪明，也拢毋通卖出。宜人的老爸要大得到快乐，人生着智慧的囝，要因为伊来欢喜。二五节，你着予爸母欢喜，予生你的快乐，我的囝。得将你的心归乎我，你的目睭也要欢喜我的道路。基督是深刻，淫妇是恶的正，伊的长短亲像擦，伊在人的中间，家庭有几十的人。二九节，什么人有灾厄？什么人有忧闷？什么人有三尖？什么人有脱盔？什么人无缘故受伤？什么人目睭红雾？就是迄个饮酒唔在耍，常常去找调和酒的人，酒正做红，伫杯内有色水，你唔通观看。虽然饮了骨后，到尾是咬你亲像蛇，插你亲像毒蛇，你的目睭要看起奇异的事。你的心要发出怪谬的话，你要亲像倒伫海中，还是亲像困伫船尾顶的人？你要讲人拍我，我却无受伤；人讲我，我竟然唔知，我伫是精神，我搁去找酒。